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突发，广电证实著名导演指控芒果台一哥五项罪行，何炅受贿被赶出娱乐圈。就在吴某凡被抓，小燕子被封杀之后，芒果台资深主持人何炅竟也被爆出丑闻。突发，何炅被赶出娱乐圈。娱乐圈著名导演刘信达列举何炅五项罪行。近日，娱乐圈圈内的著名导演刘信达号召广电总局将何炅赶出娱乐圈。刘信达列举了何炅五项罪行，这对于何炅的主持和演艺事业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何炅在几个月内就被推上了全网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数据造假又是怎么回事呢？长按点赞给小编一个强烈推荐吧。几个月前的一天，刘信达跳出来指责拥有1亿多粉丝的何炅数据造假。著名明星主持人虽然粉丝多，但刘信达以不到1000的阅读量，粉丝互动量更是少之又少，有时几乎为零。由此指出何炅的粉丝量造假，所以有很明显的粉丝数量和实际活跃粉丝数量不成正比。有 1.2 亿的粉丝，即使 80% 是假粉丝，还有至少2000万真粉丝的活跃和互动。然而显示的几乎为零的互动量让人很难不怀疑，很明显这些僵尸粉丝都是用钱买来的。虽然很多的演员艺人会花钱雇人来证明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口碑会受到一些影响。而第二宗罪就严重了。今年的五月份，爽妹子偷税丑闻后，娱乐圈的明星老板们纷纷注销了名下的一些公司，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查，想提前销毁证据。何炅也不例外，何炅名下的19家公司接连被注销，这也让网友有了更多的猜想。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多公司都被注销了，大概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怕被人发现偷税漏税。有关部门对于高收入的明星群体偷税漏税一定要严查，不能姑息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第三件事儿是关于收粉丝的礼物，这算是公开的秘密。何炅自己曾经在某综艺节目中公开爆料，调侃粉丝送的礼物贴纸影响了使用，可能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收到粉丝的礼物还挑三拣四，这位何老师的品格是否值得怀疑呢？还有一份礼物清单也被网友爆出，粉丝们送的东西真是价值不菲呀，像金条这种贵重的物品也是芒果台默认可以收的。粉丝送的礼物越金贵，他们的偶像出现在节目中的机会就会越多，不送礼物的就会直接被忽略，这样的情况也太残酷了。当今追星送礼的粉丝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很多都是拿着自己父母的血汗钱买昂贵的礼物送礼。明星收礼消费买单的大部分还是辛苦赚钱的老百姓。刘信达也是不止一次的指责何炅不要再毒害年轻人了。而且作为电视台的公职人员，何炅收礼的这种行为可是受贿罪啊。何炅在电视台工作了这么多年，总是利用职权收受礼物，为什么就没有被制止呢？如果是其他的公职单位，这样的行为应该早就被相关部门调查判刑。而何炅作为湖南卫视的一名公职人员和签约艺人，这种行为不应该逃过有关部门的法眼。在收礼事件曝光以后，何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道歉声明，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收礼物。在舆论趋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官方媒体也直接点名批评，并且附有快乐大本营的截图，侧面说明了明星受贿这种不良行为的根源。就在这件事被解决之前，何炅因为他的父亲成为了舆论焦点，也就是第四宗罪。何炅的父亲被发现拖欠款项不还，被强制执行。何炅爸爸老赖事件也上了热搜。何炅爸爸因为某些原因欠了别人40多万元，但他一直没有还，结果他被别人起诉成了老赖。作为高收入群体，何炅连40万元都还不上吗？更何况何炅爸爸名下可是公司、餐馆不少的产业啊。钱又没还，何炅父亲拥有的公司就再次被曝光，因未履行义务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刘信达说，作为老赖的儿子，何炅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不是继续在舞台上赚钱。在吴某凡事件爆发以后，娱乐圈的很多明星艺人都卷入了这场风波，包括何炅。但是他选择报警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报警回执。对于这一行为，刘信达直言何炅就是在浪费警力资源，如果真的被诽谤，可以直接上法庭起诉，而不是乱报警。
毕竟起诉是证明他有没有犯罪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选择报警会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装腔作势呢？近年来一向口碑不错的何炅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了很多惊人的事情，现在正处于娱乐圈的整顿阶段，如果何炅有什么问题迟早会被揭露。作为湖南卫视的主持一哥，何炅在娱乐圈的口碑一直很高。同样的，这也与刘信达质疑的第五点相通，那就是怀疑何炅偷税漏税。自从爽子被曝税务问题之后，娱乐圈的明星如同惊弓之鸟一般齐刷刷地开始注销公司以及工作室。当时何炅也注销了自己名下的19家公司。至于明星为什么开这么多公司呢？就像爽子一样，有一方面是为了合理避税，第二方面就是有另外的收入。从天眼查公布的明星资本图就能看出，一个明星开个四五家乃至十几家公司都是常态，但好好的公司你要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忙着注销干什么呢？至于第四点浪费警力，我感觉刘信达在凑数，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不过单单就他列出的其他几点就足以让很多人刷新对何炅的印象，而这次广电颁发的硬性要求也绝对会让芒果来场大换血。随着事情的发酵，也撕开了何炅的家庭状况。尽管他一直对外宣称是单身，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次无意中也就暴露了隐藏在何炅背后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王晶。谢娜早前在自己的书中提及过这个女人。2012年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何炅与王晶已经结婚，甚至你度娘一下出来的就是王晶的名字。就如同刘德华和朱丽倩一样，朱丽倩就是华仔背后的女人。王晶一直被何炅藏得很好，可现在一档接着一档被爆出来的事情，何炅的声誉早就不如以前。倘若何炅最后真的被逐出了娱乐圈，按照广电以及国家现在的新要求，复出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家最后的担子呢，反而落在被他保护得好好的女人头上。当然，现在的何炅依然是圈中人人巴结的对象，虽然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但是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真的存在某些触及了道德底线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好好查一查，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对此你们怎么看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敬请关注哦。